大家好，这里是面包超超人玩具 TV 秀，今天要玩什么玩具呢？玩具呢？玩具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面包超人玩具 TV 秀，今天要为大家展示的玩具呢，就是这个，用日语说是 Koro Koro Doraibu， 就是面包超人开着小汽车，把这个球推啊推啊推啊推，推到这个终点站的地方。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面包超人坐着他的小车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地方，十字路口呢可以任意变换方向，你可以把这个牌插到这里来，让它往这边开，这个道路呢也是可以接到这边来。我们先来试一下，先不要这个小球，先让面包超人自己开一遍。然后他到了停车场，就是一个会自动转圈的停车场。现在他又自动开回来了。让面包超人推一下小球，还启动。小球顺利抵达终点，面包超人即将返回。第一次任务完成，给他设置一点障碍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Pokemon, let's go！ 哦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黄色的按钮，就是开回来的时候呢，它会被卡在这里，然后你按下按钮，它就会继续向前。来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哦，小球怎么跑到那边去了？这个赛道好像不太适合推小球，我们现在来换一下。开动。你可以看到面包超人自动的转回来了。给你插手。啊，翻车了，翻车了。哦，你看，它开得好快，还是翻车了。看，面包串需要休息一下。好。那今天就让他休息吧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玩具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上网购买。面包超人，再见，拜拜。